基本上医生在骨材上面大概第一个就是使用什么啊，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给他们评价者说那个用用的知道好不好，第三个我可以再研究啊。那我现在就跟各位分享我在研发中所扮演的啊，我们做什么东西。第一个我是骨科医师啊，我民国73年来到骨科专科医师，我们训练完成。那75年从招聘回来，主要就是一直在做脊椎相关的事情，所以从事脊椎医疗35年，所以我从事大概都是跟脊椎医疗相关的东西。那另外我做的研究都跟生物力学有关系，那因为我为了要让病人能够好的医疗效果，那我就是想办法看能够在医疗上能够改善病人哈，治疗的方式哈，来做相关的变化。那基本上我这从事脊椎医疗30几年来哈，我认为是整个的医疗趋势，因为我们进入医学院第四年就是突破它对病人各种伤害，所以所有的医疗是越来越走向是侵犯性越来越小的。那另外人都是要动的，我们不做很多在治疗方面，所以尽量要保持病人的活动功能。那另外就是我们医疗趋势，因为其实都是相关的，也都是比较精密的东西，所以呢，那将来一定会走向那个机械手臂化。那另外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是为生物性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大概就是一些党内的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能够把它找出来。那另外就是在整个医疗上想要去改善啊。那现在我们在骨科治疗，尤其在脊椎上治疗，最多就是这些退化性的病变，那我在教科书上看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个退化，就是第一个是会造成它的功能性啊，就是不好，然后就是不稳定。那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会长所谓长骨刺，都变成稳定了。那临床上发生的现象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治疗他们开始去保守，然后最多大概是做椎间盘切除，那最后就是不行的话就是让他做动轮，那做动轮那就要牺牲他的活动性，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找改善这个东西。那我为了在整个治疗上那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那我把它分成4个stage。那现在在医材上，大概使用最多就是这一块了啊，就是我们在医术。那这一块呢，做的结果就是把它固定起来，那增加是脊椎的稳定性。那增加脊椎的稳定性，就是让我们能够坐起来、站起来。好，这个是脊椎功能的支撑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它的活动性，所以我们是希望如果还是能够保持它的活动功能。它的椎间盘的问题哦，那大概就是退化最少发生的地方啊。那第一个发生大概就是椎间盘有破损，那破损的情形。就是这里发生破损，那破损的地方，这个是为什么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椎间盘跟骨头的这个地方，它整个如果破出来的话，破出来，那这个里面的水就跑出来，那这个所谓的椎间盘突出，对。那我们临床治疗就是把这个椎间盘突出。
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切掉，啊，就是这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呢，后续呢，我们做什么？没有，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早就这样。那开完以后呢，那会发生什么样的？那有可能会再复发，会重新再复发，因为是放在袋，里面是有放在，实验室有可能从这里面再出来。另外就是，这个已经跑出来了，那这个整个真菌团就好像一个球一样，那里面的气跑掉了以后，那整个真菌团它的这个球的功能，它整个那个强度都不一样，都不能。啊，所以这肯定是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还这个怎么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呢接触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谈的科特治疗有没有进步？我在刚开始在学习啊，当骨科医师的时候，我们老师开刀。我们都说搞就很多是看得好漂亮，啊，这个结构都看得很清楚。那慢慢后来就是伤口就变小，那小到一个程度以后，就有鼻子在那里进来排，啊，然后就推一个管进来排。那现在所有的进来切除都是用内视镜来排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是很清楚，但是结果我们是不是一样，都一样。不是只是把这边来突出来那一部分的压到神经部分就切掉，好拿掉压到神经就放进去，就这样子。结果是怎么样呢？大概有30%神经里面还是机器或者正常，那其中一半呢还是机器在使用，一半还是要开刀做。为什么？就是到目前为止。椎间盘大概是我们人类所有器官里面破了用，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发展，或者是说，为了要补这个椎间盘，还要给付出更多，对于身体的伤害，对于高危技术的伤害，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那个椎间盘切除以后，再开刀的比例大概多少？2年内大概10%，5年内大概15%，10年内大概20%，几乎所有开过椎间盘刀的都要做到开刀。啊，因为那个椎间盘是很脆弱，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我们是需要把它补起来。保护起来，它变成把这个洞，然后不要继续露出来，不会复发，这些才不会继续退化下去。那如果要做这个，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你椎间盘受伤的部位很多，我现在说啊，刚好是在不是就破在最软的地方，不是，它破在骨头跟那个韧带连接的地方，有硬的。有吧？另外就是，椎间盘是我们人类体内最大的一个没有血液循环的器官，没有血液循环就怎么样？它不容易变形。另外就是说，椎间盘如果要恢复它的功能，它就是要一个完全是一个立体功能，就像球一样，像轮胎一样。你破了以后，它功能就消失掉了。另外就是说，这个它不管你再怎么样，因为我们人类大概是哺乳类动物里面唯一能够站立起来的，它一站立，它就在承受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有几个问题嘛，都要解决才好。所以并不是没有人想要。但是一旦外部作用没法解决问题。
那所以这个就是你当时开始的方向，想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我们要进行螺丝嘛，还在工业呢，我去跟他做我们分析，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他我要讲，我说是要补到他锅螺丝，他说他这是在锅炉里把你测试。我们要求很聪明，让他特别烧锅，他去满足，然后挡住。那他叫我跟我的方法，怎么样让他不会漏水？把它倒出来，他切记不会漏水。所以我要开始这个时候，我就做计算。我想要求他去在场，他应该是可以证实这件事情。那基本上我们方法是很简单的，我们以前在工厂指导就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投到它里面东西多一多。另外就是我们如果有在喝酒啊，喝香槟的话，香槟里面也是有气啊，有压力。那你不会漏水的话，你还要把那个我们上面的东西要把它盖住，也有覆盖住，覆盖住，让它不会就是。会跑掉，这个就是要能够承受压力，所以就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把它封起来。那为了这个，我们做测试的哈，那是当时是张朝明师的博士论文在云南大学，啊，现在张朝明师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所以说是一个久前事情。那这个都是有证实，有后来配合。那为什么到现在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呢？其实是跟着这个医材啊，这个等于制造啊，就是设计上的进步才有大的啊。那现在我们设计的就是因为骨头惯性啊，它破的地方刚好在骨头旁边，所以我们就有些有一个包装纸就固定在骨头上面啊，固定在这里。那因为这个洞有些东西要把它补起来。那刚好是有人可以帮忙哈，从外界进来哈，可以做安乐死啊，这个是阿洛夫拉，就是从人体里面拿出来的那个纤维环，变成我们可以把那个洞塞起来，把这个空间。另外，为了要让它这边可以能够脱水啊，它那个效果，这是一个。设计的那个概念，所以才把完成就是我们一开始那个概念那个结构，对吧？做起来。那个时候现在是，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有好多的产品啊上市啊，上市的话就是那种透明的，并不想象那么好的价值，有时候手术大概有十几种。到目前来讲，唯一在 FDA 的出炉大概现在是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啊。那我们这个东西除了适应症跟它有什么不一样啊？另外就是我们的他们的那个设计也跟我们是一样的，是在主要是固定在骨头上面的啊。那另外就是。他们是把那个洞堵住，那另外我们是在洞口上固定的，是能够把在那个是可以跟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会脱落骨。那另外就是这我们这个是缝合的部分，就是可以把那个因为是用那个阿洛夫拉，所以可以长的。就是跟原来的纤维团可以长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愈合，所以不会有掉落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大型动物做出来的一些化学的后天可以有啊，来固定的都可以。所以我们的这个问题大概是我们整体而言哈，整体而言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有三个主要的设计，一个是在那个光学，另外一个就是利用我们那个
受 PCO 影响嘛，那形成一个 modified 或是新的形式病毒。那另外 alpha 就可以完全消失。这基本上大概是目前大概我们整个设计大概是唯一非常先进的一种长物。那以前设计大家都是把那个先进的跳蚤把它堵起来。那堵起来的问题就是你那蟑螂那就可能掉落，还有可能掉落的话，那掉落下来是有可能在刺激到神经啊，所以还是会有症状。那这是我们这个方面的比较，实际上是非常可能会长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永久性的那个固定的啊。那这种设计它主要是利用它的形变哈，那我们不只是我们一般都强调是 bone indoors，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在你的植入过程中，我们这是自己会塞进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应该是有 bone indoors inside 的效果。那另外就是这个可以举个，就是这地方是整个包。所以说是基本上大概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在临床上，我们在治疗病人，我们治疗过病，这些产生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它应该就是发生损伤啊，有一些突出来到，但是没有跑出来。那像这跑出来，那大概我们就是或掉这个掉落出来，那就是我们开刀的决定。按照哪一个病人，哪些病人要我们要跟他做救护人员？如果要预防，这些胆继续恶化下去，或是让它和继续退化下去，那几乎所有都就是。都有可能要做修复工作，所以这个整个 market size 就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自从2008年到现在，那我们就在一直在做这个东西。那最近就拿到疫苗计划，那已经做到最终 stage。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unmet 健康 need 上面在所做的事情。那做完以后呢，我们大概是知道这么多，我们对它不会再更高再更高啊。那另外就是我们机制的稳定性有了，但是它的活动性还是有。那另外就是会减轻啊，让它的退化的速度回到正常的速度，都把它保留下来。接下来的我想是才是我们重点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做很多细胞治疗啊，已经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就是要这个捐献场就是要把密闭啊，这个空间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是一个新建的才有意义。另外，我们公司也有。从1998年就一直有在用，用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从哪里进，从哪里出？所以如果要能够把它修复起来，那这个人工血管大概会变成一个在医材上面，在骨材上面一个很大的商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最近废话啊。那是整个这些人都发现下来了哈，啊，后面的这些人然后就开了神经，那以后就是把它连起来，这个空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个空间，所以整个治疗模式，以前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治疗模式，那以后呢？也是的，我们当然是会变成这个治疗模式。
那从这里看，以前大家都会让我们那个机械的活动性和功能结合实施。那更早的之前，我们都做这些。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全部用这种 end stage 末期哦，退化末期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把它治疗。让病人可以正常的活动，正常的直接活动。所以我们在努力的是您这一块啊。所以以前会有手术嘛，是一直在大家的目标，但是问题是有的方向是错的，有的方向是对的，它是其实。针对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从那里下手是比较好一点啊。所以问题在这边嘛，啊，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认为是机车的研发的相关的场景，还有三次的好东西，还有三次场景。那接下来再讲一些哈，在医疗上哈，我们就尝试改善啊这个医疗的那个结构，或是方法，对，那基本上是因为有医疗上的需求，才会有医材研发，有数字以后才会知道说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啊。那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医材啊，医生也是很重要的啊。他工厂里面也是想说，哎，我这个做出来的东西，你拿去试用看看。他其实那些卖医材，他们认为说，我只要那个出去，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善政不要支持，他就是在做医材。其实我是认为是应该要大家要去合作的哈，合作。那所有这种研发是从超到超来的，就是脱胎的能力啊，就是说事情都是一样。但是如果要一如果我们聚集的话，啊，依然有些不错的东西。那很多人都认为是说，创新就是要人家的那个。其实不才，不一定需要这样的啊，不一定需要这样。很多小小的进步都可以根据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我们当时做设计出来的东西，那么它应该是在整个机械的方向是最好的。这个都退休，那我们能改的什么东西呢？我就是呢，把 CPTP 弄了三个包，那它可以好像放倒一样，那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哎，这个不要啊。那这个是在我们最后站，是一个最好的位置啊。那我们通常我们这个就是为了做什么手术嘛？啊，本来说这个做什么手术？放在这边，再放在钢筋再加上去，那总的来讲，它整个结构，这个前面这个耳朵病就克服了。那这个耳朵病克服出来，这个理解的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所以这个是相对上在整个医疗的效果上，它的一个比较，它的病患数比较少。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变，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那这个也是的嘛。那我们在打补丁的时候，打钢筋的时候，多少会转动的啊？那转动可能就是一支支持的东西而已。那我们这是只是很简单的把它形状上改变一下，它每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那个大概长度。那这一个很简单的。结果，那在打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准确那在做合唱的时候，把这个对用力把它打进去。那这个尤其在尾唱的时候呢，如果以一般的打法，要造成很多的辐射，所以为什么会有机械手臂的发展，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在还没有机械手臂之前，我们用这种方式，也确实可以减少整个辐射的使用。我想这个是
显示在主地的上台上。那我们的在这个家庭片呢，我们整体的我们已经开发啊，开发一个微创的东西啊，就是从原来开放性的脊椎手术，那进入微创的脊椎手术，可能开发很多的那个病啊，从伤口越来越小，到现在可能是完全实施了，就是我们内视镜的方式。那一个比较大的伤口，当然我们在操作上会很方便啊，那在小伤口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就要想到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那另外就是在这种上面，我们一样的啊，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代的这个是它是什么自动会什么的一个设计的，就。那我们现在已经用了多段式，就是好像我们汽车早期是有三档、四档，现在我们用的是两档。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样去直接到位，这个是怎样去改善这些那个属于我们在治疗上的目标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这个已经都完成了，那这个是在进行中，那接下来我们是在人工水后，那让病人的那个成因在治疗效果上面会更好一点。那刚讲内视镜的东西，我们说伤口说要开阔2公里小时，还是想要说有我什么样的问题，会听到这些问题，怎样去完成啊？把这些问题克服，所以我们是有设计一些东西啊，那怎么样去改善啊？而我们这里没办法做太多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结构上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已经在我们在体外已经测试过，基本上可行。它是怎样把电子仪从上面使用这样的？但是就刚讲这自动到了，我特别是在我的电脑上照这个相片啊，它只能在这个完全都不动的状态下，它这个电脑会自己搞定。那就表示说，我这个伤口就很小。不需要很大伤口，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那以前就是要一个比较大伤口，所以我们就是做新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的开刀法大概是这样的，微创的方式，然后自己的，啊，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平台上面来思考，所以辐射相对上是比较小，那另外也是可以。达到微创的目的。那将来减压大概是内视镜啊。那因为是如果因为内视镜这个伤口在做隆隆手术的话，那个钉子啊，还有那个它的这个这个所经过多次的设计。那另外如因为这种是一个比较静音性的手术，所以到最后还是需要机械手臂的帮助，就更精准。所以我的脊椎手术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切除啊，已经做到了是非常不错的。那整个减压手术呢，那大概也是慢慢的是对其他的是有共同的方案。那接下来大概就是我们手术的部分啊，就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事情。那早期都是用传统的手术，那现在都是用微创手术。那我相信在五年内，会所有的脊椎手术变成内视镜手术。啊，内视镜手术呢，会达到什么效果？病人之间。
是里面不开刀，所以我们是可以。以前的开刀病人大概要一个礼拜四天，那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天到五天，那以后是九天。你们想想看，这个可以省下多少的医疗资源？你让病人住十天，跟病人住三天，你的病床数就可以少三分之一，那另外对一个家庭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医疗进步啊，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有说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对在一些中心来讲。对我们来讲，做这种事情都是伤害，因为身体有问题啊，做这东西都是在地阶的，没有方便，没办法方便说就度，所以身体大概就是会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是